好，欢迎大家收听动画快物电台。这个星期四晚有今日报新番啦。虽然是好夜嘅，但系都系星期四晚就会有去我哋嘅网站 acrubbish.org 就揾到呢个 archive， 即系揾到 MP3 去听。系啊，40点左右就会揾到。40点。系啊。加啲即系夜晚12点之后再加。再加18个钟。唔係，依係日本電視台嗰做翻嚟噶。係，如果佢個節目咧係計嗰日嘅時間嘅話咧，佢就會用翻28点，即係嚟話凌晨1点钟播節目。哦，但係嗰個節目咧，佢仍然計翻之前嗰日嘅。咁佢就話今日幾多話？今日18号，咁19号个节目19号朝头早，19号凌晨2点钟播嘅。但係問題個時間 schedule 有18号，咁18号廿六点咯。哇！依係日本電視台嘅做法嚟嘅，所以其實呢20点、27点就，因為佢個節目，如果你計咗29号嘅話，佢第二日嘅話咧，咁就朝頭早節目亂咗嘛。佢當同一日。總之佢朝頭早嗰啲節目就係05:00開始啦。00開始嘅。哦。但係朝早4点嗰啲節目就係、是。就係咩2800咯，28，冇錯，好嘅，咁樣樣有長知識啦，咁樣大家係日本樣嘅，係啦，咁除咗網頁啦，仲有啲咩？仲有 YouTube 嘅YouTube 之外咧，亦都仲有 Podcast 嘅，咁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哋。因為大家歐鈴就今晚借時聽到，咁網頁更新同埋。YouTube 就是聽日星期五啦，係啦，咁今個禮拜嘅新聞好似都好少下喎。嗱 ，Comic C 90就搞完啦，咁阿西川貴教佢嗰本白川集海典型揾拗一大堆爛腳拗啲話拗爛腳，唔係呢啲叫多人情牌，拗爛腳，咁樣就追本同人字咁賣，因為兩個鐘頭賣曬。又預咗㗎啦，咁講真唔通西川興貴就會走去同曹志嚟做咩？佢又都係 commit cat 定係擺檔啦，擺檔唔使排隊啊嘛。係，咁另外講多關 games 嘅啦，咁呢一輪就係科隆嗰個 GamesCon 啦，啊，即係德國嗰邊㗎啦，咁就。K 廠又公布咗新嘅 Metal Gear， 真係少得佢老母少，真係有啲人後，真係不單止係叫 Metal Gear， 佢仲係 MGS 嚟添嘅 ，Metal Gear Survive， 巴索斯屌佢，頂你個肺啊！真係非常之憤怒啊！見到即係除咗講粗口之外，冇第二句説話形容佢真係。即係喺 Metal Gear 個世界觀係真係可以容許有喪屍嘅，但係。就唔容許一隻 Metal Gear 嘅 game 打喪屍咯，唔該啊！冇話，真係非常之憤怒啊！咁慘一句，人哋揾得到錢啫，吹啊，又柯南米，人哋嗰啲揾咗大把錢，你揾慘就係佢嗰啲錢，唔該你出曬去啲 Patinko 啊，出健身中心算咯。唔係，冇人應該講就係。日睇見都爆鬼火。日本香港有港豬，日本有日本豬，日本豬中意玩咯。咁佢成堆錢俾挖貨金 game， 跟住玩完8000咯。咁咪吹咗佢啫。係啊，咁你咪出嗰啲咯。你唔好出隻打喪屍嘅咩？係啊，吹啊！慘不過我出垃圾你玩啦，你不豬咯。咁老實講，香港地啲人玩 Pokemon Go 都係咁嘅。咁咪 Pokemon Go 另一樣嘢，因為 Pokemon Go 真係憎恨佢嘅。其實除咗啲反任團嘅人之外，反任團噶啦，講咁少，因為少數啫，因為其實任天堂其實香港嘅名氣未咁差，係咩？冇，至少喺我哋以外嘅地方，其實唔算差嘅。知啊，咁總之係非常之嘔心啦。啊，我對 K 廠嘅憎恨，基本上同 EA 啊。同任任都差唔多，冇乜選擇噶咯，你咁樣落去。呢兩間真係好過，呢三間都係應該咁講。EA 都唔緊要啦，唔係西就係東有奧林米西有 EA 嘛，兩大漏屌榮廠嘛。係啦，啊咁總之暫時係咁啦，其他好特別嘅 ACG 新聞都冇乜啦，所以都係清舊翻嘅時間。咁講咗，講你嘅數先啦。好啊。咁我想講呢套喺 Netflix 都有一睇嘅作品，亞人。咁 Netflix 除咗呢套之外，而家仲有咩噶嘛？仲有 PA vs 嗰幾人噶嘛？但係嗰套就 ongoing 緊啦，係咪？應該係啊，所以嗰套就未咩嘅，未會開嚟講住嘅，因為呢啲唔係話好有好高追看性嘅作品我。傾向會慢慢去等佢臨轉嗰陣先至開始
以慢慢追嘅。咁呢一套亞人就佢漫畫嗰度出咗四十幾期嘅啦，應該四十幾期，唔係四十幾話。哦，哇！你嚇到我，四十幾期就好恐怖啦。個 man 嚇咁咁漫畫出咗八本啦，咁佢呢一度電視版就係、是。第一季做咗13話啫，13集嗰只，咁佢嚟紧10月就会再做第二季咁样嘅。咁呢套点解即系佢咁预定1月同10月咁样拆开嚟做咧？咦，你睇错咗添？佢好似唔系 Netflix exclusive 嘅咩？系啊，应该 Netflix 应该佢咩都有嘅，应该佢电视台都有播嘅。哦、okay, ，OK。咦，我记错咗，我以为呢度4月翻嚟添，原来1月翻。不过唔紧要啦，已经立定决心讲噶啦。啊，咁佢呢一套就同之前嗰啲有分有差距大唔大先？我系冇睇佢剧场版嘅。我睇剧场版啊。应该以我理解系一样嘅咯，嗰啲剧情。哦，咁我知啦，咁、当我又睇咗。啊，应该一样嘅。咁佢呢一套就系、是。之前做銀河騎士團嗰間 Polygon Pictures 做噶啦，所以成個風格同銀河騎士團都相當之相似啦。只不過佢將今次冇啲，銀河騎士團嗰邊係 Outer Space， 然後呢邊就係、是近未來嘅日本啦。我成日都覺得根本2016呢一個年份都已經好近未來下噶。我所謂近未來不斷吹口噶嘛，因為你所謂近未來就永遠都係近未來。唔係，總之我嗰個年代嘅人2016係好好未來噶啦，已經係啊，唔緊要。係啦，咁、那個故仔好簡單啦，基本上就係寄生獸加東京食種。咁樣啦，佢叫兩樣嘢撈埋咁樣囉。咁佢又講緊即係去到上個世紀末期，咁就出現咗人類嘅亞種，簡單啲講不死人。咁佢係類似啲黑，基本上我覺得佢係好似吸血鬼嗰啲咁嘅 friend 嘅。咁佢係一種係唔會死嘅人類啦。咁然後但是佢嘅即係喺人類當中嘅變異就唔係咁多嘅啫，啊佢可能成個世界幾十億人都係得好少嘅啫，我諗即係講到最大啦，頂籠都唔會過1000個呢啲亞人嘅嚇，咁、總之佢哋即係因為始終係佔非常之少數啦，咁所以喺呢個世界嘅權力個分佈上唔係到佢哋話事啦，咁。一般的人類就即係會發現呢啲咁嘅亞人就用盡佢哋所有嘅權力去獵殺呢啲人同埋捉佢哋去研究咯，即係又唔好話獵殺嘅，因為佢哋係殺唔死噶嘛，嗱佢哋係你可以不斷咁殺佢，但係佢嗰啲亞人又會不斷咁復活，咁總之就係政府機關啊或者政府好黑暗嗰啲地方嗰啲。嗰啲秘密組織咁就捉曬嗰啲亞人去做研究啊！就係呢個 project 咁嘅嘢啦。係啦，係啦。總之成個 premise 咧，真係哇，睇到好熟口面嘅呢啲嘢，係完全見怪不怪噶啦。咁又好簡單啦，個主角就係好普通嘅初中生啦。咁而佢嗰個主角威能嗰度就係俾佢一個非常之高嘅頭腦啦，嚇、都唔好高，我以為佢算一般 OK 嘅聰明啦，即係總之就未到天才就最聰明嗰只啦。因為男主角係嗰啲，佢應該算係天才嘅嚇。以我嘅理解，我嘅喺個故仔裏邊非常聰明咯，但係未到天才，我即係我俾我的感覺啊。OK， 係咁，總之都係一個喺學校係優等生嚟啦，咁簡單啲啦嚇。咁有一日就。即係牛下咁樣翻學過馬路就俾車撞，咁撞完之後應該就啲骨頭都散曬嘅時候，咁佢就居然起得翻身，咁其他人就非常之 terrify 啦，見到佢，咁就因為佢哋即係喺嗰個故仔一開始之前咧，就已經即係成個社會對於亞人係非常之點講啊，即係。
就好似就好似納粹德國見到猶太人咁樣咯，啊，即係哇亞人啊咁樣，成班就癲曬，覺得好似好似遇到怪物咁樣啦，咁、咁然後呢、這個永井貴即係個男主角啊，宮野真守當然亦都知道非常之唔妥啦，咁就喺度逃亡咯，咁、然後即係佢逃亡嘅時候，咁佢其中一個同年玩伴，但係同佢即係喺身份地位上都有一定程度嘅落差，咁嘅人，而宮野真守亦都疏遠咗佢好長時間嘅阿海斗啦，咁就叫我幫佢逃走咁樣啦，咁、但係即係逃走完當中，當然主角亦都俾政府嗰邊嘅人馬係咁追殺啦，咁、追殺完之後，搞完一大堆，咁宮野又遇到其他亞人啦，跟住其他亞人又為咗煽動佢嘅仇恨，又放翻佢俾啲政府捉啦，跟住之後又救翻佢，然後佢哋又失散咗，跟住一路嗰邊亞人組織。即系亞人嗰邊嘅大佬阿大眾方中阿佐藤就叫做即系同政府嗰邊決一死戰咯，叫做嚇咁、即系個第一季就好 abrupt 咁喺呢一個位度完咯。因為第一季係喺嗰只度完，然之後咧去到第二季咧，即係第二日慢慢第二部咧、劇情更加大，你更加你其實都幾難去 control、你一如果你季嘅話啱好嗰個時長、即係嗰段完咯。呢套嘢對我嘅印象頗為差，就係因為好簡單，就係男主宮野真守呢樣嘢，死罪啊！咁樣死罪係宮野真守誒，即係咁。即係如果早期勝出，我都可能冇咁嬲嘅。宮野真守唔嬲。唔係咁，你撇開宮野真守，你會俾佢咩評價咧？即係最終我覺得佢拍得好嘅，即係佢將所有但係越睇越覺得，即係後再翻睇再覺得佢點啊？日本好日本漫畫嗰種。点解好夹婆妈？嗱，即系你觉得日本人咧一拍出一二能啊，一能者咧，硬系第一个想法就系咩？捉你做实验啊，绑你，跟住咧就变咗一堆嗰二人咧，同人类对抗嗰啲。都系港谈社 afternoon。即系呢类剧情一定系演化出咁嘅展开，即系佢啲后面佢用咗设定都好嘅，即系所谓叫亚人嗰个设定都好嘅，但系最后演化出就系佢。好又系好典型，真系变咗人类新人类啊，人类就 coordinator 嗰类咁嘅设定展开啊，即系你觉得好厌闷啊，系点解写得好好，但系点解好左熟面嘅？边度系呢个咧？好似我又唔觉得佢写得好好嘅。你唔系真系觉得唔错，但系就系你拍一个左熟面啊，变成咗就系、是、你咪又系嗰啲嘢。特别系即系我唔系近期先睇《寄生手》啊，我睇咗《寄生手》好多年噶啦吓。佢呢啲嘢真系，而且嗰只嗰只嘢，即系非常之非常之。我亚人同埋亚人个黑影，我成日容易理解，睇身多似寄生兽。啊，咁佢不过佢就即系佢啲嘢就工整个东京食种嘅。屌佢好垃圾嘅，屌佢垃圾。即系佢嗰啲嘢其实同东京食种系真系好似嘅啊！佢都系即系讲。咁人類喺呢啲情況之下嘅劣根性啊，咁或者即係即使係已經變咗個咁樣嘅人，個主角點樣保持住自己啊嗰啲囉啊，即係都係即係佢個 theme， 我覺得呢邊係深層次過個東京食種少少嘅啊少少啦，因為即係東京食種嗰邊真係想不斷咁推個故仔，不斷咁打，不斷咁即係做啲你估佢唔到嘅展開啊，咁或者衰啲講，不斷咁跪打牆啊，係咁。但係呢一邊佢個 pacing 其實係慢過東城啲嘅咯。嗱，呢套咪應該咁講，呢套嘅劇情展開相對係比較正，比較大路嘅。比較。即系，因为仲系好离谱嘅就系，佢超展开去到一个就离乸晒，好唔知有乜嘢。呢度就起码就系我知夹嘅物啊嘛。唔系佢就系佢啲嘢系好好公式化咯，不如咁讲啊，就系佢啲嘢
你都知道下一步是咁做噶啦，佢嚟紧都系嚟紧都系继续你追我逐啊，跟住越话越多政府黑幕啊，跟住可能政府嗰边有啲人有良知咁就咁啊做翻个正常人啊，然后政府嗰边又有啲更加即系好坚持做衰人啊，例如鹰井下云啊，咁跟住佢亚人嗰边又继续衰衰格格啊，即系唔系应该阿佐藤啊大冢方中嗰边又继续衰衰格格啊咁样。唔到死唔见棺材都唔流眼泪啊嗰隻啦。咁总之佢啲嘢都唔会话係好冇谱嘅，即係都佢係情理之内亦都係意料之中囉。我觉得呢方面就係佢作品其中一个唔係咁好睇嘅地方囉。不过佢叫做即係可能呢啲咁嘅古仔呢，佢为咗令到个古仔实在啲咧，咁佢都叫做耐唔耐都会有少少回忆晒咁样去交代一下佢啲角色嘅，咁即系喺嗰一刻究竟佢个人系点解会咁样谂啊？咁佢就会用啲回忆晒去交代嗰啲剧情咯，咁令到作品啲角色系实在过东京食种咯吓。即是叫做他的角色的行动是个正当性是比较强一点咯，在这里作品就见到。不过虽然是这样，但是他这里作品就因为是跟银河骑士团成日想讲银河机动队银河骑士团一样，他都是用 3D 啦，但是银河骑士团本身就是一个比较冷冰冰啲嘅古仔嘅，咁但系呢一边可能个好多时啲角色啊会更加面对到嗰啲心理挣扎嘅时候，咁佢用呢啲 3D 公仔睇起上嚟啊，真系即系好有隔膜咯，你好难去话即系睇住个 3D 公仔代入个角色咯，咁我觉得喺呢方面就。不是太好咯，所以我始终即是以现在的作风来讲，我会比较偏向他那些 IBM 那些黑色黑影人啊、黑色幽灵啊那些才是用 3D 模组咯，然后平时可能都是用回 2D 会比较令到作品个 taste或者他想表达那样东西提升到咯。整体来说我都觉得他13集那样他的内容是有少少不汤不水咯。你说是不是真的很出色的作品，我觉得绝对不是咯。还有即是这一种这样的很社会性人类迫害其他异种人啊，这些剧情真係就係太過多啦，已經而且最出色嗰啲作品亦都睇過曬咯，例如頭先講個寄生獸啊，甚至乎屍鬼都係遠比呢一套作品出色咯。屍鬼係好出色㗎，屍鬼係屍鬼同埋寄生獸都係唔同 level 咯。唔同 level， 由呢一套只不过系好睇过《东京食种》真系，即系垃圾就冇咁垃圾，整呢个块。咁啊，未至于好垃圾嘅。咁我个人觉得佢漫画版好啲嘅，嗱，暂时睇到吓。咁算啦，系算啦，系咁。我讲一套嘅，不过你讲。好啊，因为有一套 Lulu 狂，我系完全冇睇嘅。讲到你嗰度先。好啊。完结篇。完结篇即系边套？暗殺教室由等陣先，第二季係完結篇嚟嘅。第二季去到完結篇，直踩落去。係㗎。半年係啦，半年翻。上次佢第一季佢結束喺打，即係成班去個島度度假，跟住打塔嗰度結束。嗰個唔係第二季嚟嘅咩？唔係嗰個第一季嚟嘅，第一季結束。佢半年翻嚟㗎嘛？半年翻去住就點解凝住佢第一季係好似唔知道？第一期是結束在島上打個座塔的。是咩？哦，原來第二期呢就是打完塔回來之後直踩到第二年的畢業。OK。是啦。
因為我是完全沒有看原作的、okay. 漫畫或者我不然都是看開原作，我看原作，我看漫畫，我看漫畫，我看動畫的，是叫做怎樣是這套東西，其實呢如果漫畫來說，我其實嫌它是一些雪糕，比較生硬雪糕，所以略為生硬的動畫，它努力地定它沒那麼沒那麼硬雪糕啦，稍微要本質上都是金牌老師來的，雪人針是這樣的嘛，雪人針的東西你不要期待它什麼，總之它怎樣都沒有 GTO 就可以了，即是你會來沒有 GTO 就可以了，其實可以的。我因為我自己係即係我又唔係知話完全冇睇原作，我立爆鴨個眼啦。佢以我理解，其實真係最近啲劇足，唔係係好好足下嘅。只不過可能啲故仔節奏叫做唔同，控制節奏，即係其實控制節奏，因為主要係主要控制節奏啦。因為我即係有你既然照足原作講案情而擺，今次我成日真係照足原作嘅。嗯，咁你既然照走原作路線嘅話，你就真係要就睇你功力就控制節奏啦。即是说有些东西已经快快已经慢慢。没错。即是好像他整班内置整班在打整班呢，或者阿萨老师那个知不知道他对应该是阿萨老师的未来。那些日照收工啦。无意见那场无意见那场对战啦。那场拍得挺好看的。然后有些短一点的，就是说一决定了萨老师帮萨老师之后呢，那些东西又简单的两三下飞了他。嗯。而最后那场即系又打、嗯、又打个又打捉手怪嗰阵咧，其实用咗两集，即系最后咧佢日后日谈变一集落去，做得几好嘅，因为我觉得佢呢套嘢用后日谈。通常佢有后日谈嘅作品都唔会太差噶嘛。但呢套个后谈用得好嘅，因为我其实呢个作品重点其实真系我以前都讲过。始终都系讲嗰班，因为主角其实就唔系，因为主角其实就唔系细老师嚟嘅，系成个班级，即系个群体。咁殺老師死咗，群氣殺老師死咗，唔代表呢個故事結束。咁你主角佢真正主角係嗰班學生，你咪交代嗰班學生未來發生咩事咯？好緊要嘅，呢樣嘢好重要嘅，即係佢殺老師之後成日帶出呢個故仔，即係我覺得佢係一個引子，真係描寫一班少年點喺呢個一年裡面用一個唔同方向成長。嗯。叫金白，佢係金白老師定變種咯，即係金白老師其實真正主角都係金白，但係呢度就。是不是寿司不是寿司其实不是主角的，纯粹寿司只叫做搞笑系大劇情拖拉劇情，跟着就做一些就是好典型那些呢会死轻鬼死了，他死亡令到成班学生成长那类的嘛，黄路展开。总之寿司本身就不会说有一个很明显的成长，然后看这套作品很理所当然是看啲学生点成长。看学生成长看他们。是的，他们在几年后他每人发做了什么东西、啊、走了什么路这样。是的。这件事是好的，由最后因为他由最后呢。因为他始终都是整个班级，他没有可能说好像其他作品用五分钟整个学校。我只不过就是乖乖地这样跟着原作，然后再发大一点原作，加多几句台词去表现他现在那个。那個學生是什麼心態啊，那就很足夠了。他本身還有一件事，我覺得他是神來之筆來的，就是最後阿鼠去做了教師，他進入了一間那些流民學校，那間學校裡面其中一個學生是福山潤配的，即是他是有些這個他雖然這個其實肯定，我覺得就肯定不會是隨便找人，即是找福山潤隨便配個小角色，而是要象徵一種叫做循環，傳承咯，就是佢壽司要教佢教翻壽司嗰種循環啊，一代傳一代嗰意思。呢樣嘢佢其實一直都，因為我覺得比佢刻意去用雪糕反而用暗示嗰做得好嘅。嗯，即係其他地方就嚟話有啲位佢我佢比第一季好啲，即係第一期咧。咁第一季佢啲嘢都未 build up 到。或者其相對嚟講，佢設計比較硬套啲。第期相對比較自然咗，即係手。咁好老實講，佢嗰班友仔喺第一季第一個學期係更加騎呢啲噶嘛，佢而家即係經歷咗咁多次暗殺啊，又跟曬老師學咗咁多嘢啊，又贏咗 A 班啊，咁佢哋心智上亦都比最初成熟咗好多，亦都唔使講到咁白噶嘛啲嘢，咁我都係好。這個都可以理解的，還有亦都即是作者本身漫畫家那邊
亦都係喺個作品度都係有進步嘅，一路寫詩寫橋都啊，同埋即係去到總之佢好多嘢去到尾，你見到係佢好早已經係 lay down 咗個 background 嘅時候，咁佢順住嗰啲好即係唔會話要突然之間再度清楚嘅嘢，咁去理順佢，就唔會話寫到甩皮甩骨好多破耗囉。同埋佢有啲嘢省，有啲其實唔係好吸引嘢呢，佢超醒目地省咗，例如話係阿壽司嗰個徒弟，即係佢嗰個早期上陣配嗰個呢，佢其實佢喺原作嘅時間比較長，喺動畫裏面兩三話就收咗佢皮啦。因為佢估計其實唔吸引呀，因為佢嗰段其實係設計得嚟佢唔吸引。在動畫其實他又不能夠不拍，所以他那裡算是叫做快速地一二三收了他的工，那爽手一點。事實上因為始終那個角色不是說有很深層意義去看什麼嘛，去看回就是去影襯那些影襯其他學生的嘛，他又不是說真的 很 authentic 是曬老師另一個就是一些很嘅所謂次貨啦，曬老師嘅失敗作，佢又唔係話好想表現嗰一樣嘢嘅時候，咁所以省略咗佢係好正確嘅。同埋佢本身我睇漫畫嗰陣，我都嗰段好鬼死拖咯。即係佢有啲咩唔好睇，佢呢樣我佢最好嘢就係佢知道案情已知道某啲劇情是不好看的話，但不好看，但是他就不會說他 cut 了他，因為如果有些監督呢不夠時間去跟你二話一次 cut 了他，案情就沒有這樣做，而是兩三下一集或者甚至大半集都收了他的工，那又不會說整個角色沒有了，但又不會浪費寶貴時間在身上，那就剛好咯，即是取得平衡取得挺好的。有些人都不得的，有些人真的投劇好鬼老土，那些劇情真的悶到嘔氣跟我照拍下去。同埋佢原作始終都要拖到三月尾完咁樣㗎嘛，所以佢啲嘢係叫做冇咁清爽嘅，而且佢選咗角色又唔出又唔得喎，因為最後係佢做大佬喎，佢換咗大佬啦，咁你焗住搵佢，所以唉真係唔做又唔得，咁你咁你頭期咪快手啲啲唔好睇嘅成日寫咗佢啦，係啦冇錯啦，即係呢樣嘢我係真係要睇監呢樣嘢，其實你睇個監督點樣去控制嗰啲應該將啲仲好有趣嘢拍長佢，冇無聊嘅嘢就投就發兩三下收佢皮。睇個監督同埋個編劇控制劇本個取捨功力咯。呢樣嘢我覺得佢同上江周成呢對組合咧係真擔心啊，老手嚟嘅，佢更離譜，更加麻煩嘅劇情都應付過咯。呢度算是過啦，絕對係啦、啊。即係當即係玩就係大冤輪破，佢攋曬嘢，跟住而家仲拍緊啊！你唔好話佢攋嘢。唔係，跟住惡魔求生者又攋咗嘢。即是他拍這麼鬼麻煩的劇情他已經付過了，那要小月科對他來說。還有 P4G 我都覺得很難聽。P4G 是另一樣東西的。有另一樣東西。P4G 擺明就是什麼，你看 P4A。但他當你看了 P4A 的時候。我看完 P4A 我不知道是什麼。P4A 是另一樣東西， P4A 很正常的。我看完 P4A 我不知道 P4G 是什麼，說緊。那我很大鑊喂。這真是完全是純粹的保養，你是我有問題呢，我看完 P4A 不明白 P4G， 我明白的，我真的不明白我看到很拗頭，我看 P4G 那時候這套大致上差不多啦，因為其實很特別喎，真的，因為其實他現在我欣賞他在一個叫做在少年針作品裡面，他相對說是竟然是完童話一起完結，因為少年針作品是基本上不會完的嘛，即係而家呢排叫做開始有啲狀況，呢排係清洗啲作品，係亂又完咗啦，唉幾好。呢排係清洗作品，今年係諗住大清洗嘅啲漫畫連載啊，不過呢個就即係集英社嗰邊嘅嘢啦，我哋應該仲有少少時間㗎，我講多套都仲得嘅。講咯。咁頭先都係咁依講過，咁我想講宇宙巡警路路子嘅。咁呢一套呢即係我冇諗過你冇你我想幾集分鐘超無聊。係啦冇錯啦，呢個就係重點。好乸無聊頂你個份。呢個就係重點。咁金石洋之導演啦。唔知我睇咁悶嘅。咁我睇唔知點解拍。是咁我由天元突破到而家啦，基本上即係連呢度都睇埋，我真係睇暈晒嘅。咁
真的不怕老實說，因為我不嬲對這條友的評價都偏低的，所以我反而覺得這套是最好看這麼多套裡面、就是我之前都略略地說過一下，因為本身他個監督和他旗下那些，即今次沒有中島一基，他們寫詩和寫台詞呢，我都覺得是很弱的。咁即係首先佢要搞笑嗰啲就好好硬搞笑啦，完全笑唔出啦。然後佢即係嗰啲好誇張嗰啲嘢啊，或者佢好想表達情感啊，要做到好啲嘢好 melodrama， 咁又係完全 fail 噶啦。咁呢啲情況喺天然突破最明顯啦。咁然後上次到 Q 啦 Q， 即係叫做冇咁貪心囉，同、之前嗰啲作品比，但係即係佢都仲係偏長嘅，成個故仔佢係26集啦。咁同天然突破咁即係個劇情個份量咁多嘅時候，但係集數係一樣，但係 Q 啦 Q 係真係個故仔係乜係冇嘢講咁滯嘅。咁同埋佢一路以嚟，即係就算 Panty and Stocking 都某程度上係啦，嗰啲角色係好好抽離囉。我一路睇都，我覺得佢喺角色塑造嘅時候，佢大部分角色都係蠢囉，佢好強，佢基本上成套咁耐以嚟冇一個角色呀係真係頭腦派嘅。基本上個就算在那個世界觀是頭腦派，但實際上都是低能的、所以來到這套呢，他首先他個劇情比起、比 Patty and Stocking 更加短啦，同樣是13集，但今次縮水到每集得7-8分鐘這樣啦。咁我覺得呢樣對佢哋嚟講係一件好事嚟嘅，因為就七八分鐘咁樣戲下咁睇過咗佢，你又唔使捱咗佢咁耐嘅時候，同埋佢真係做到咁小本經營，我對佢嘅要求亦都低到係同網球不重要，唔係網球不可少，所以係即係板門星嗰套啊，網球不可少一樣，我基本上當呢套嘢係杯麵花咁睇算嘅，咁所以。即是我對他的要求是比起看 QRQ 啊 Panty and Stocking 那些作品低很多咯，所以他的角色描寫起上來很勾流啊，我都相對容易啲接受咯。實際上即是你說他今次有沒有進步呢，我覺得是沒有的，他都是個角色都是勾下勾下，個咩 Over Justice 本部長就有啲似 Panty and Stocking 嗰個龜頭博士啦，都係有少少變態啊，然後又扮曬大枝嘢啊嗰啲，跟住佢個女主角當然依然係非常之蠢啦、弱智啦，咁但係又點講咧？又好勇往直前咁樣咯，即係佢。帶少少 reluctant hero 囉，佢又唔係話好願意做佢而家做緊嗰啲嘢，但係主動埋嚟佢就會好勇往直前咁食囉，但係同埋佢即係你亦都唔會感受到佢係好有智慧嘅人啦，都係異常咁白痴啦，咁其他嗰啲角色都基本上係為個劇情服務㗎啦、例如個男主角咁樣都係為咗襯托露露子呀、然後隔離嗰個變態罪犯阿六阿 Midori 咁都係 Mood Maker 咁樣囉。咁總之成套即係佢嗰啲 set up 佢嗰啲角色就唔會話好亮眼好討好，但係亦都未至於話唉睇到好似 QRQ 咁佢嗰個 QRQ 話咩流子呀，即係小星星眼尾隔離嗰個叫咩名我唔記得，嗰個好煩交㗎嘛。佢又未至於去到咁黑人憎囉咁囉。咁佢劇情就真係冇嘅。總之佢又不斷咁樣即係
露露子我阿爸系系咩雨啊巡警，跟住系但就唔知食咗啲咩冰毒就变咗个冰，所以露露子要代父从军，咁去做嗰啲无谓嘢咯。咁中间穿穿插插，其实所有嘢都唔重要嘅。咁到最后就话咩阿露露子隔篱嗰个同样系雨啊巡警嘅宇宙人，咁佢就暗恋佢嘅，阿露露子暗恋个宇宙人嘅，咁然后到最后发现个宇宙人系卧底嚟嘅，咁然后露露子又用爱嚟感化个炎仔，跟住再同个炎仔一齐消灭个最后大佬咯，咁佢即系啲嘢系好简单咯，佢。一两句讲完的全部都他那种一两句讲完不是我一两句讲完，是他一两句讲完，那他是即是十分钟里面可能都是有些是单纯很搞笑的什么戏啊，然后用很短的时间去交代剧情啊，其他时间就被金石洋之去发挥他那些即是叫做很有他个人特色的战斗啊，或者画风啊咁嘅嘢咯，整体嚟讲都系接近烂文翻嘅，唔系接近杯面翻系啦，接近杯面翻嘅作品咯，咁所以亦都唔使话即系好似睇 Q 啦 Q 咁 mean 咯。呢套嘢我系睇得咁闷，所以才能啊。佢又唔系话真系好闷嘅，你问我觉得 Q 啦 Q 啊嗰啲仲闷啲添。啊，咁即系佢啲嘢去到咁短出出嘅时候，咁咪戏下咁睇完佢，睇完收工咯。啊，所以我对佢嘅评价系比 Q 阿 Q 高啲啦，因为我对 Q 阿 Q 评价真系好低。我系啦，就系咁简单。好 ，OK 啦。咁系到呢度啦，差唔多啦。咁听晚做乜嘢？听晚做。听晚咩啊？刘定坚啊，揾咗刘定坚嚟访问啊。不是啊，自由人时代，但是冇刘正坚，冇刘正坚，冇刘正坚，有第二个，有第二个啊，系，呢个就你嘅事啦，大家应该留意一下，好，咁下到呢度，拜拜，拜。